俊逸副秘书长是跟我一起打拼的老朋友，也是重要的工作伙伴。过去他在不同的公职岗位上认真专业的表现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所以我特别请他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。那么这段时间以来，俊逸副秘书长的责任非常的繁重，那么包括元转会以及元旦国庆等重大活动都是由他来督导，而他也都全力做到好。俊逸副秘书长是府内的防疫长，不仅为我们紧盯疫情注意防疫工作，更是非常关心我们同仁的健康。今天透过颁授二等景星勋章，我们感谢俊逸副秘书长的辛苦付出。俊逸副秘卸下职务是为了台湾的发展，为了服务更多人。我相信拥有行政立法完整历练的俊逸一定能为台湾带来更多的进步，所以在这里我要给俊逸最大的祝福，祝福他心想事成，也希望他继续贡献专业，跟我们一起为台湾创造更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